12月3日，章子怡、黎明、孙红雷、陈红等人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电影《梅兰芳》首映发布会和观众见面会。哎，孙红雷这边，热情了吗？当被问到是否打算就此转型时，黎明表示，之前自己的演艺之路一直受到着限制，但不管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，演员都应该保持随时准备塑造各种角色的状态。我觉得我一直就是被限制住的，限制住就是说，譬如说我去拍一些动作片，人家会把你限制住，说你是可能是拍文艺片的。但是作为一个演员，你必须很客观的、很理性的在等待机会，去怎么去。等到机会来临的时候，自己可以把握住。